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雷霆。那今天呢，手机游戏的实况呢，内容是《Grabatron》这个爽 game。那我们由那个套取，就是用那个滑动的方式来控制飞碟，然后也有那个。这个用摇的，我习惯用摇的。那按这个键就是自重，就是假如说你摆手机摆斜的，然后按这样的话，它这样就是正中间。可是我们通常都是手机拿正，然后这边是正中间，然后开始就对准，然后就可以开始了。然后看到这个飞碟可以夹东西。然后左上角有一个任务条，就是如果有箭头的人，你就要去吸它。有点累格。画面有点乱，可能各位看的会有点不太习惯。按一下萤幕就是把东西夹起来，那有箭头的话直接吸到飞碟里面，被飞碟给吃掉。那如果是这种一般的人，一般的人的话就会夹起来。然后如果夹起来之后，那个手指头往左滑，它就会往左丢。相反的，手指头往右滑就是往右丢。那直升机拖啊，直升机必须这样对付才可以。哦，快死了，不行，这么早死。直升机一定要这种方式才可以打得赢，不然直接打是打不赢的，我试过了。那这个汽车可以当炸药，如果被打到一定的程度，它会着火，就可以当一个炸药。那这个石头呢，可以推下去之后，人就会一整排死光光了。还蛮省力的。哦，这个红色的模式就是说碰到你的东西都会爆炸，都会烂掉。可惜啊，这我持续时间有点短。我这个电子招牌也可以夹起来，然后这样子动，然后把房子弄烂。然后他现在任务是要把这些骷髅头的人弄死，所以我们就来把他弄死吧。还有弄死15只，应该是来得及啊。还要弄死几只？好了。成功了，这招牌到底是什么东东啊？一个一个人在挤牛奶吗？超一家电子招牌的，然后他现在叫我把建筑物再破坏一栋。啊，无敌模式。
那这个阿兵哥拿火箭筒的阿兵哥，也可以拿来当炸弹使用，可以把桥炸掉之后进去吃东西。然后用燃烧的车子可以一击把建筑炸掉。先加一个来防御好了，我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。警察。音效突然不见，这是这个游戏的缺点，就是玩到一半，游戏的音效会不见。直升机艾斯，还要打死2台这种车，去死吧！军车打死2台就可以拿到奖励，也不是啊，不不不不不不。那剩下的不用管它了。我看今天实况就是做到，我赚到那个。右上角的旁边那一条数字，那个数字就是赚到的钱。赚到1万块的时候，我就关好了。所以只是示范给大家看这个游戏怎么玩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游戏的画面。那因为我觉得手摇式的是比较顺，所以我用手摇式。大家可以依自己的习惯，自己慢慢体验一下。如果你觉得你用滑的比较顺，我也是不反对你用滑的啦。太过分了，直升机！和我居然炸到我自己的脸！等等，我需要你，你必须帮我打直升机。要破坏桥梁4个。这就是一整个是爽电嘛？如果你硬要我分类的话，我只能把它分类在其他类吧。等一下，刚刚爆东西应该会有得到那个钻石，可以拿。没有，可恶！赶快哟，赶快赚到1万块！甜甜圈。快点1万块！不是我想玩很多给观，不想玩很多给观众看，而是因为这个传影片的时间，大家也知道，上传影片是很慢的，所以不能太久。差一点点就1万块喽，看一下，达成任务会赚比较快。哇，这也太多人了吧！剩下的没有用的压死，冲啊！猪，石头，哦，把外星人打死了，不，乳牛，外星人都是这样偷乳牛的吗？我记得好像没有用到夹子吧，好像在夹娃娃。快要了，
会打到目标，然后大家注意，这是你人物里面的敌人会对你开枪嘛？他们也会把自己东西打烂。各位请看，白痴把自己家的谷仓给打烂了。那这个绿色的是安全模式，就是保护你。虽然不能一击把敌人撞爆，可是敌人打你也是不会痛的。在这种模式的时候，各位要尽情的发挥哦。可恶，甘草球看过没有？甘草卷看过没有？史上第一架被甘草卷直击落的直升机啊，没有，可恶，掉下来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已经达到10000块了，希望各位喜欢我的影片。那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今后我如果有时间，也会继续出这个手机游戏的这个实况。那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我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按下喜欢或订阅。好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收看。